试婚一号院，天王宫角力，李荣浩拷贝萧敬腾。李荣浩事业一路扶摇直上，过往备受唱片公司宠爱，还一度被传愈来愈难搞，一切也被解读是跟其他天王林俊杰及萧敬腾争宠。其实早在2016年就爆出李荣浩想要出走，是因不满华纳偏心林俊杰，才会决定独立接案赚钱，种种路数跟萧敬腾相似。据悉，当时有演唱会的主办单位私下透过关系询问李荣浩之后有没有意愿办个唱，没想到李荣浩竟回对方之后他会有个人工作室可以全权处理。